来看一下 ZQ 对阵 GR 的第四局上半场军工厂，是首次见到了园丁，这套阵容拿出来打红夫人真的不错啊，真的不错。这套阵容拿出来打红夫人的话，红夫人真的开局没什么人可以抓的，最香的就是园丁。这个园丁他不存在出秒倒的一个问题，对吧？红夫人打的调香师可能香水没放出来，但园丁对吧，老老实实在在一个盾五十秒，再加上本身还能续盾，还有一个庄园老友。这个园丁可以的，打红夫人不差的啊！不要觉得这个园丁拿出来好像对吧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什么问题，打红夫人没有问题，但是打爱哭鬼的话那就有问题了。他们这边应该也是有做过那个功课了，知道皮皮可能不打爱哭鬼，这样的话这套阵容拿出来是可以的。大龙的园丁也是只有在 BO5 才能见得到啊。铁桑。这边调香师园丁全在这个地方，调香师先率先出来，哎，吸引一波，来抓我兄弟！看见铁桑了，追不追？不追，找大龙。大龙说：“我这个能续盾，我也不弱。”皮皮走位打一刀，镜像抬一刀的话是很香的，但是我觉得大龙这边有盾的加持的话，反正我不怕那个震慑的，对吧？强行冲就好了。等到盾没了，这边应该是一个镜像台第一刀，然后配合着闪现60秒80秒能击倒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把红夫人能保平，但是能不能真胜嘛不好说。好，这边哎，镜像台切过来，等盾消，时间卡的刚刚好，这边一个翻窗加速往前冲，哇，庄园老友加上翻板加速，这距离拉开了500米，这感觉是个百米冠军啊，这庄园老友有点厉害。强势过来压个进步，帮忙下块小板子，红夫人这边根本不往里面进，找到园丁这个位置不好走，80秒差不多80秒，但是从地图的一个斜角想续盾，想续盾翻窗，哎，续续续续续续续，哎，续出来了，我去，大龙这时间卡的也是好啊，这个盾续出来等于说废了红夫人一个镜像，那还要逼红夫人交个闪，这个闪不交的话，这边15秒钟等下一个镜像交闪了，大龙这一波的园丁不亏，哎，走位，再走，哎，要倒了，要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这里不翻，翻的话刚才可能要吃一个震慑，但是翻了的话这边一定会交一个闪了，这个闪没交出来，那反正我觉得这个局大龙以这波牵制的话已经是够本了，偏一个求人保平，红夫人想要真胜的话难度系数很高，需要打一波双倒啊，需要打一波双倒，守墓人这边已经过来了，打守墓人的双倒难啊难，而且园丁本身自带一个铁屁股 buff， 还能多拖一会儿呢。调师这边直接拉开，外面重启一台，冒险家挖个输液，电机差不多够了，啊，算是三台修掉了，因为最后一台电机其实没剩多少了。这里守墓人，除非打个震慑，打个震慑红夫人能翻，打不了震慑的话都翻不了。就是红夫人保平，然后求生者的话我觉得保平双方都是一个偏向于保平啊，双方都是偏向保平，但是求生者可能有一定的真胜的面，红夫人想要真胜的话相对来说更难一点。这边园丁拉到大房，因为大房的这些交互点是没怎么用过的，待会儿救下来以后如果电机能好的话可以帮忙保一手。看一下守墓人应该是去补中间的这一台强势的遗产机，守墓人电机补开以后安排守墓人再来救一波吗？哦，冒险家来救，冒险家电机已经好了，那守墓人压开，调香师压开一个真四人战场开门战，头守墓人交铲子，不吃你镜像刀，这样的话守墓人可以贴门，最后一台电机调香师修，哦，是安排冒险家修，然后调香师来救人，这样的话开门战可能更舒服一点，调香师有瓶香水还能更有，哎，这边先放一个香水往前冲，往前冲，这边想拦住，想拦住，拦不住啊，红夫人这个防守能力怎么拦得住，那没办法只能让你把人救下来。好，这边的镜像是好了，打一刀，然后镜像台，哎，打调香师，电机，哎，这电机不亮吗？这里不亮是为什么？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吧，但是这样的话这个园丁倒地，哎，这一波电机再点亮，那这个人捞不下来了。刚才这边为什么电机调试倒了没亮？是没好吗？我感觉这电机好了呀，没想通，找到了这里的冒险家，冒险家。
局势上面来想，冒险家是有地窖的，然后这边镜像台去找守墓人，魅客的守墓人现在是没有道具的，但是他还得防一手，就是有人把这个调香师给偷下来。看见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见大龙的园丁了吗？这里好像冒险家想去捞调香师，冒险家想要捞调香师，这样的话身位上面是放了园丁走，然后有耳鸣卡住的，冒险家这边是一直被通缉的，这个位置镜像台来找，贴过来，队友能不能走？队友能走的话，冒险家这边闪现一刀倒地也平局，应该是平了，应该是平了。哎，这一波我要回去看一下，我记得电机老早好了呀，为什么调试倒地的电机没有亮啊？这里肯定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，难道电机没好？我们稍事休息啊，看下半场。